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北冰波斯湾、东河东北与阿曼毗邻，海岸线长734公里。在这漫长的海岸线上，生活着超过3000多种的鱼类和海洋生物。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水产资源，造就了阿联酋优质渔场的基础。八月是阿联酋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40多度的高温并没有阻止渔民捕捞的脚步。凌晨3点，香港明星食品有限公司的渔民又开始了一天中忙碌的工作。他们大都来自印度洋沿岸国家，个个都是捕捞能手。在正式捕捞作业前，检查船只设备，确定天气水域，核对作业计划，已经成了渔民日复一日的习惯。夜幕中透着咸咸的海风，多支船队同时出发。渔民们通过专业的捕捞设施，将波斯湾中鲜活的海鲜捕捞上船，他们脸上都流露着收获的幸福感。在微微晨光下，他们满载而归。到达码头后，专业的分拣人员将不同海鲜进行分类、归纳整理后进行装车，并运输派送到阿联酋各大鱼市场和分销商。从整个捕捞到分派的环节，都有对应的工作人员进行严格把控，同时又有监督人员对每一环节进行严格监督，切实保证海产的新鲜。香港明星食品有限公司坐落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央蔬果市场，占地45万平米。除了专业的捕捞团队、精细的分拣系统和全方位的派送分销渠道，香港明星食品有限公司还拥有阿联酋地区最大的冷藏冷冻仓库，其最新最先进的冷冻设备系统、国际标准冷库和科学的企业管理系统，保证了所有货品在最好的卫生条件下进行保鲜运输和储存，实现了产业链的完整性。上海富天实业有限公司对于各类商品的进出口都有着丰富的经验，长期以来同香港明星食品有限公司有着多方面的合作。了解到阿联酋丰富的水产资源及香港明星食品有限公司在水产业方面的发展，顾慧康，上海富天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率团专程从中国来到阿联酋进行实地考察，希望能将阿联酋优质的水产品进口到中国。吴建华，香港明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向顾慧康一行详细地介绍了阿联酋水产资源的优势以及发展愿景。经过深入的交流，双方签订了阿联酋水产品进出口的战略合作协议，将把阿联酋优质的水产品通过冷链运输到中国，为中国百姓提供更为优质安全的食材，让他们品尝到来自异国他乡的放心食品。我们相信，通过上海富天实业有限公司与香港明星食品有限公司的切实合作与不懈努力，大量的阿联酋水产品将登上中国百姓的餐桌。上海富天与香港明星人将秉持商家卖的安心、客户买的放心、百姓吃得开心的理念，为中国的绿色水产品树立标杆。